搭相不听，听我另类说三农，农村事情来播报，再给大伙唠一唠。如今夏粮已收割，秋粮玉米已经播，如何使用除草剂，听我给人说几句。玉米苗后要除草，农民朋友都知晓，如何使用除草剂，提醒大家多注意。除草剂要用不好，玉米烧死不会烧，究竟如何来应对，注意事项送各位。打药时间很关键，听我接着往下谈。除草剂去喷施后，吸收时间要足够，2至6个小时内吸收事半都功倍。除草效果好与坏，最怕高温天气晒。高温喷施易蒸发，除草剂前全白花，应该选择十点前，这个时间最安全，这个时间效果好，最大效果去除草，也可下午3点后，不怕高温把嘴收。打药方法来总结，花费很多的心血，实际打药过程中听我讲给各位听。如果药量足够多，相对加水也要多，一瓶一亩一桶水变成一瓶2桶水，两桶水来怼一瓶，一亩地里喷洒成，喷洒一定要均匀，不要随便糊弄人。玉米喷洒除草剂最佳时间要牢记，玉米3至5个叶，除草效果最直接。玉米太小草也小，不太利于去除草，大部分要撒地上，学会算算成本账。玉米苗大草也大，喷除草剂也不怕，抗药性能变顽强，此时喷洒瞎胡忙。玉米品种也重要，提醒大伙要知道，除草剂要得搭配，3种药剂来混配，适合常规玉米种，大家一定要搞懂。有些品种不能用，提醒大家要慎重。农药混用要避免，这是一个关键点。如果喷洒除草剂，前后7天要牢记。有机磷类杀虫剂，严禁喷洒别忘记，可以分开间隔打，间隔时间再喷洒。玉米喷洒除草剂，以上5点要注意。别看解说很简单，出错都在无意间。如果现在不在乎，造成病害难消除，造成玉米的减产，存在很大的风险。农民辛苦去种田，听我网上做宣传，注意事项给恁谈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高温天气打农药，身体健康最重要。三农知识来讲述，希望对恁有帮助。还有什么要宣传，欢迎大家多留言，那个多留言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地球人都知道我做人很狼狈。金钱是玫瑰，是带刺的蓓蕾，让人尝尽缺失的苦水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全世界都知道你赚钱很疲惫，用你的汗水来换真和美。农民受苦受累，谁安慰？谁安慰？